开始关了。全部只赚多少钱？猜猜看。中到大奖，一半做公益啊！这五本多少钱？18万，对不对？厚厚的一本，对啊，这20几万，待会把宾士车开回来哈，好不好？开始要刮刮乐了哈，开始刮了，5000，哇，又到5000，哇，5000。这个结果我不满意，钱买了5本，至少有3个一万，都是5000的。5本刮刮乐，中了115000做公益，新贴膜的那个茶几啊，13万多的大乐透威力彩，全部只中多少钱？猜猜看，6300元，铺桌面，铺桌面。在。